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一节，下晡三点祈祷的时，彼得甲约翰上殿去，有一个人对出世就摆脚，逐日予人扛来下伫殿的一个门口，迄个门叫做米门，要求入殿的人救济。伊看到彼得、约翰就要入殿，就求因救济。四节，彼得、约翰注目看伊，彼得讲：“你看阮。”迄个人就留意看因，毋忙得到虾米。彼得讲：“金银我拢无，只将我所有的予你。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予你起来行。”就牵着伊的正手扶伊起来，伊的脚甲脚目随时勇行，就跳起来。徛地，搁行，甲因入殿，也行，也跳，也学了神。高杂百姓拢看到伊在行，在学了神，搁认得伊是迄个所上坐伫殿的门门口求救济，就因为伊所拄到的事，满心希奇妄也。十一节，迄个人拄伫称作所罗门的领农。看到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做伙走到因遐，大稀奇。彼得看到，就对百姓讲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将这个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主目看阮，掠做阮凭家己的能力甲虔诚，予这个人行呢？”十三节，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咱列祖的神。已经应了伊的仆人耶稣，恁却将伊送到比列多，比列多定义要投放伊，恁竟然伫比列多的面前拒绝伊，恁拒绝迄个圣洁、甲公义的，反倒求投放一个凶手予恁，恁害死迄个活命的主，神却予伊对死来复活，阮拢是为着这个事做见证。十六节。阮因为信伊的名，伊的名就予恁所看到、所捌的。这个人勇敢，是伊所赐的信心，予这个人伫恁众人面前拢好。十七节，兄弟啊，我知恁做这个事是出自毋知影，恁的官长也是安尼。独独神捌对众神的个嘴，预言基督将要受的害，就安尼应验。十九节，所以恁得悔改归正，予恁的罪会得到撤销，安尼，予安乐的日就会对主的面前来，主也要切所预定予恁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较留意，等到万民复兴的时，就是神对创世以来用圣神的的嘴所讲的。二十二节，摩西伯讲。主神要对恁兄弟的中间，甲恁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我。既然伊对恁所讲的，恁拢得听伊；既然无听从迄个先知的，要对百姓的中间传播灭绝。对十五年以来的众先知，既然讲预言的，也拢讲到这日。二五节，恁是先知的子孙。也承受神甲恁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阿伯拉罕讲，地上万族，拢要因为你的子孙得福。神已经兴起伊的仆人，就先找伊到恁家来，赐福予恁，予恁个人活转，离开罪恶。